哦呀，那屋里那是放的个啥东西？那屋里正面。正面那是放的我的这个金锁。哦，棺材是吧？啊，那个大腿下来。这泉水都从这个暗道这儿走了，这就是刚才看那个山泉水，就是从那个底下流到这儿。大家好，我是果果朵。今天咱们来到张家口禹县宋家庄镇，这是叫北口村儿。这个北口村呢，也是位于大南山脚下，也就是、去这个飞狐峪口镇草原的时候路过这个村儿。现在呢，我就带大家咱们进去看看吧。看这个禹县这边比较暖和，地上的草都已经绿了。这个村儿好像没人，这应该是一个小庙。这墙房子的墙院墙基本上都是石头垒的。大爷，哎，大爷，这个村儿叫什么村儿呀？啊，这个叫啥村儿？北口村。北口村儿啊，哎，没几个人了。在别个家住着了。啊，这个村倒到北边了啊！这两就北面家是人多哦。那会以前咱具体的这哈是个七十来个人啊。啊，最早以前这儿七十来个人啊。这是最早以前就是个队啊，就一个队是吧？啊，十二个队，北面人多啊，北面人多。啊，这哈这俩就是，这不是空壳楼，就是原来这一片啊，就是一个队是吧？啊，这是几队，大爷？一队。一队 啊，您是一队的啊，您没往下去搬是不？啊，您没往走搬？没。哦，这上边好像没几户了住的啊。哎，这我今天，这还今天那五个了。五个人了才。啊，我在这个院里。啊。那个院是个国公楼哈，这个院有一个国公。哦。这个院是老两口。啊，这个院有老两口。啊，啊，这总共就是四户五个人是吧？啊，上面有个老两口子，孩子们在底下住着。哦，这我吃的自来水，自来水啊，挖的井啊，水井了抽上了，这不是个水房吗？哦哦，那还挺好。我说也不串门啊，今儿过我他都跑到大街上住啊，都在大街上待的了啊。你也是一个人在这生活啊？我也是一个人啊。啊，这还是那五个，加上他两个是那七个人啊，七个人啊。这原来这个村有那个补墙没？没有啊？这儿原来有古补，有补墙没？有补墙吗？啊，没。没有，这儿就原来就不是个补字。那咱们这个没补墙是，就是是南兴补。啊，你们这是叫什么南兴补？啊，南兴补。不是叫你不说这叫北口？啊，北口这哈它就叫个南兴补。哦。就因为咱是南面就接的。啊，这一块是属于南兴补。啊，南兴补。啊，那边北边是属于北口是吧？啊，北口不得。大爷，这是什么庙呀？这个？这个是五大庙。哦，看得像。这就搁这里都搬走了。啊，这个每个村都有这个五大庙。啊。这个那这边这个边上这个一进村儿，这前年他们给的这姓名，这不叫啥，也没写上啊，不知道叫啥名。房也生下来啊，房后头那个后头叫个南庙，咱不知道，那就是啥形式啊。夏天可人可多了啊，也不算多，都从这儿走吗？去那个飞狐峪。哎，那个玉里过的去了。哦，飞狐峪还有那个叫口镇草原。哎，对，口镇草原。啊，您去过那儿没？去过，我去了山下，搁那干活去了。哦，去那儿干活去了。
啊，那个出个大那是过去烽火台吧？那是烽火台。哦，李嘉诚有啥事，这还一烽火就知道有啥事。这也是发射一个信号啊。啊哈哈，大爷您多大岁数了？75了。哦，年龄不算大啊。哦，也是。哦，老金家待会儿吧。不进去了，大爷。啊，不进去了。啊，您这回去做饭去啊。啊，干一会儿。哦，那我今天待会儿。不进去了，您回吧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啊，哎。看看大爷这院吧，看这铁栅门啊！啊，哎呀，好干净！啊，真干净！看这院扫的，哎呀，大爷这一块这是种菜了是吧？夏天啊，种的菜。哦，这个还垒这么高啊？啊，都拿石头垒的。哎呀，这是正房还。正房还东房啊？哎呀，那屋里那是放的个啥东西？那屋里正面。正面那是放的我的正经房。哦，棺材是吧？啊，那个大腿下来。怎么放屋里了？啊，我桌上摸出这我就摆了它正面了就。哦，就放正面了。啊。哦。像那么搁东面放开不开门，哦，我就放它正面。是不是？啊，我把说回他了。哦，都弄好了都。啊。哦。哦，大爷是一个人。啊。今家我没事。哦。大爷你可放这儿了。啊，一个人也是冰箱啥的啊。啊。嗯。不喝，大爷有水了。哎呀，真干净哎，大爷！看看一个人这东西，你看这地多干净了。嗯。哦，这是中午吃的饺子啊。啊。哎呀，大爷，您这屋里不暖和。啊。屋里不暖和。啊，我。不如院里头暖和了。这天没生火。哦，没烧火，这现在还咋烧火了？生炉子。这个有电扇炉，头怕热。哦，头怕热啊！哦，烧的热不舒服啊！啊，他那会儿上了那几年，那有个时候呢，得了高血压，哦，他一头皮一热就难受，哦，就难受啊！啊，这堂屋这儿还那这是水缸啊！啊，这是过去放粮食人们就有。啊，对对对。